台湾艺术水阁好，国政解说两句啊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解说解说，看到讲有人研究亚洲，甲树啊互相配合，一丛一丛，安尼有法度设计甲遮尼水。啊，嘛有人伫咧收集宝石，珍珠玛瑙选石，不过认真来甲想，只要是天然的石头，大自然中间无迄落两粒石头，生做一模一样的。所以咱的先民，咱的台湾人的这些长辈，嘛伫咧石头中间学真侪人生的经历。就像讲正前国政伫咧解文说字，捌甲观众朋友开讲过讲，有心拍石，石正装。因为咱知影讲石头无一粒相同的啦，有诶歪高齿喘，有诶圆淋淋，你甲拍出四角诶，拍出长高诶，毋则有法度运用出用途。啊，另外即句话原来有人讲，讲有心拍石，石会歪，弯弯翘翘形体，拍好歪，拍好四角，拍好好运用。啊，有心拍石，石正装；啊，若无心开山，山当然就无法度正远。这是民间真侪老辈流传所讲的言语。当然，英国人有心拍照，照到的位，时代变迁。但是嘛，干那靠一个人出去争，有当地啊无够，大家都要互相修经。你认真甲看，亲像迄个山坡地，安尼行啊行行，是安那大细粒石头满满是，有诶大粒石头也拎无落来，原因伫倒位？想一个真，就是大粒石啊边啊有细粒石啊互相咧甲竞调诶。唔只原来一句俗语话讲，大石嘛着石啊竞，这就是讲现代人，唔是讲干那单打独斗的时代，大家呐互相烧竞，竞做伙做代志，唔只会成功。唔过有个人吼，伊讲表面上要甲你团结，要甲你竞斗阵，一个当着场面，一个当着肚头讲国情啊，来你行头前，啊你咧，啊大换你咧，哦我甲你讲，你行头前，我伫后边吼，我轮渡，我比伊后边，这叫做啥？因为石头大大粒，有个人嘛有才调，拍起来变庙口大只的石狮。啊，石狮三四人都无才调光呢，结果伊甲你讲，你行头前，互你争。这种的民间有哪一句话，伫咧拍俏谈，讲安怎样？讲用别人的拳头舞争石狮，煞毋知影讲安尼家己都袂疼。不过无论安怎样，咱现代社会，若讲面对代志要拼好成功。经过艰难，有当条心理家己爱警觉。真侪人吼，小可有淡薄仔成就，吼，去食饭有得人乖啊花啦。讲一句热切的话，甲观众朋友互相来讲笑。讲这款人就是啥？做阿兄伫楼顶，啥做阿兄伫楼顶呢？一个成功到底啊，就高高在上啊啦。这款介唔好，因为永早台湾人阁有一句话，较早人讲吼，当着溪流，连桥都无。咱看讲溪底一粒石头，石头安尼通关关，有当着啊石头分出来，是拄啊通一目啊尖尖尔，你着爱安怎样？爱用跳石尖过溪啦，这就是即马中文咧讲来讲，望着石头过溪。那照台湾人咧讲，台湾人讲叫做跳石尖过溪。啊，用早台湾人讲的，唔难安尼生尔，讲哦跳石尖搁打油，你甲看偌艰难。面对困难，咱就是爱用。打油跳石尖这种的心理，不管是爱冷静，不管是爱警觉，唔好讲三两个啊，小可有成功，你就高高在上，安尼唔才有才调，甲世间人真正有比拼。